念不起了。用心也是我来做主了，无你的位置，卖讲我白输吼，我听你的同款。我就是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，永兴将日月星饭店的股份差不多一半，我要听我的话，是听谁的话啊？当初是不当，把执行长位置交给家风，不是你，罗瑞安。伊把这个位置交罗在兴的后生，就是我本人。另外，迄个是金融过后了。明星又怎一模一样，那是假罗家峰。家人之间相处过的感情才是真实的，那个的关系不是唯一。我少年的时候为了要把民夫找倒回来，想要出来收尾，那个时候我没处理好家庭的关系，现在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所以我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错误，在六七岁之前跟你念条的想要吃你为我做的面疙瘩，那也是一个错误。你爸爸煮你爱吃的面疙瘩给你吃，你大汉了后你是怎样预防的？你上一堂阿姨无多讲话毒尖，这就是错误啊！我讲歹代志，要你插嘴。哪里问呢？啊，若是怪我，跟阮先生有关系嘞，我是不是就会当插嘴啊？我是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。我绝对反对，把胶条引进阮饭店的经营。我来只是要来讲一声啦，你跟阮罗家一点仔关系拢无。阮爸还佮五山集团苏贤林的执行长，拢是阮家风啊。啊，来走！干爹，我才打算来呢，你还没走啊？啊，无伫遐要怎啊？林兄蜡像馆讲伊哦，蜡像甲本尊啊，生到真神哦，迄看久那起鸡毛皮，你知影？嘉喜日月星饭店的会议室呢，加上执行长伫遐啊，哪有迄款主人先离开，啊，采一个蜡像？想要吃的道理啊！卡叔讲哦，你若看咧袂顺眼，切保全来给客单掉就好啊。对，啊是静瑜阿姨讲了对，我已经有保全来。你都搞两句！我家是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罗家峰，你没离开，请！我今日叫您来，不是来讨论的，是要公布结果的。你这较有杂杂的啦！你根本无任何的权利啦！即摆家风倒来，所有的这部拢是伊的，你莫在遮哦，家己看家己爽嘛！小心嘞，老张！你两个后生拢真将才哦，这个日月星饭店的形象哦，过了真好，另外一个给饭店赚大钱。你个名声拢感觉啊，一项都无闹到去，你是不是应该爱感谢我？江道生，你搞这个面出来在我的面头前啊，明日定在折磨我的后生，甚至甲变成一个怪物，今嘛我就找你讨啦！妈，你要在这男面头前拍人，你唔敢犯法？阿妹。罗瑞，哪有派来这个人才作孽不爽？罗瑞，江道生对你做啥，本拢知影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罗东这么心内上艰苦的，不是你家己做毒针，
嘛不是你鬼吹白贼话，是你竟然到今嘛，搁徛在江头城一边，甲伊做伙反头过来搞阮家的亲人。因为我江头城，然后我甲只封性命，照你来讲，我至少要省你一嘴巴。也毋过我无想要把我手污垃圾去啦，费你一嘴嘴喏，也算作客气。我警告你，以后莫阁自称你是吴家峰，因为你无资格侮辱贱人。我以执行长罗家峰的身份，甲金宝集团博弈产业代表加合作协议书。你无资格签啦！就算你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赶快当继传，让你在永兴做你的职务。阮永兴的总经理是罗家峰，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嘛是罗家峰，拢不是你啦！你只有等我死了，你才有权利去找家峰文宣，因拍遗产官司。只要我要一口气，你什么权利拢无？我已经完成股权的转移，把永兴企业的股份和资产全部拢卖掉啊！摕到钱了后，我刷去另外一间公司，由这间公司来收购。这间公司叫做永丰企业。什么呀？你掏空永兴，搞不了家风高维权，狗都白雕。这位委托书顶名写的。卖掉的人是迄个假罗家峰，啊！你唔是讲无资格做你所讲的罗家峰，好啊？我即马改做罗瑞安，就是永丰企业执行长。那是讲到永丰企业原本的董事长，迄只是一个人头啊，心也唔知困在多一个脚卡。也是咧卖炸弹，你就唔免费心去找迄个真正的董事长啊！永兴企业早就已经变成一个壳，还佫债务啊，因在面对银行，还佫借款人的偷笑啊！很良心啊，你莫继续讲，你佮他一支嘴。就话了不起嘞！其实吼，你甲瑞安糟蹋的时阵哦，我早就咧准备啊。看恁遐吃吃着，一阵小偷啊，我根本就无甲恁看得眼内。啊，对啊，恁敢知影？我原本伫永兴企业罗家峰名下的股份，我用偌侪钱买永丰企业？对哇，歹势，我袂记啊钱还恁嘞，我即马随行给恁。一千块，明早九百块会当去买面纸，清你的目屎，还佮清你吐出来过。靠，你这卑鄙的小女！就是无你跑啊！高皇刚发到铁道登去，我即马是永丰的执行长，永兴连日月星饭店的股份怎么拢没有永丰啊？你嘛无可能改变这个事实。心大。今麦我因日月星饭店执行长的身份，甲你签一份合作协议书。所来发处理什么代志，咱再一步一步来进行啦。哎，就多嘛的啊，就多嘛的。稍等嘞，啊，孙伯，啊，报台报时，走要怎啊？哦，
你即马住伫个江道成因厝啊，恁两个算麻子嘛？因为伊就是靠你给伊迄本乌车底嘛，才有即马这个成就啊。你要来分一碗饭食？啊，我一碗饭了就够啦。我想要冰倒啦，一粒米吼都无想要食着啦。另一下班啦，这个合作取消。伟弟，咱一开始就要设计这个人入局，伊即马会用离开啊。总裁，那呢我任务完成啊，我想离开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先等下。你对我讲啥？啊，你叫伊啥？伊是阮金宝集团上大的股东，数万集团的总裁。阮董事会拢爱去听伊。总裁，我先离开。好。是你讲啥话？你明明来跟我讲，你是规工咧弄溜人，骗吃骗喝骗神啊咧！哦，拍摄拍摄拍摄，我今嘛吼，正式嘛自我介绍者，啊，我孙北海，我职业是吼，拍牌、真叫，啊，算命算袂准迄个本身啊，斜杠兼差就是哦，四海集团的总裁啦，金宝集团哦是我投资的项目之一啦，啊，讲起来哦，这拢是兼差啦，赚无钱啦，哎，打工做移民啦，啊。啊！今麦无人要投资啊，所以你还阁有啥物出头啊？卖甲金宝集团合作嘛，无要紧啊。外口一个博弈公司，我会当偷偷找。哎呦，那你是要找谁甲你合作啦？日月星饭店的执行长是罗家峰呀。啊，若是你吼，你这个娇贵哦，贵气哦，跟我合作啦。啊，咱来去吼，迄公园吼，摆摊真叫啊。啊！你做我教卡吼，啊！咱两个合作一定会骗真侪人，一天吼五千一万，这绝对无问题。你可能唔知影，永兴和永丰吃掉啊，罗家峰执行长是空头，是空壳的执行长。假如好，你找去买永兴企业股份的人头，迄、那个唔知住喺倒一个桥卡迄个游民哦，啊，就是我，而且跟你说多谢。谢谢你哈，哎，罗董，你放心啦，你的股份哦，我会转倒转来给你啦。另外哦，我的挹注资金，你要恁的永兴企业，啊个五山集团，啊恁哦继续运作，继续努力，绝对袂受到影响，恁放心哦。嗯，陈伯海啊，你的币先要回差无哈？你想怎要甲我创空？我老实跟你讲啊，我就是看你无受眼啦。我当初吼卖乌车给你哦，看你唱唱遐尼久啦，我早就想要甲你修理啊。我回来以后吼，我就甲你定条条啦。迄天吼，我知影吼，你要为吼楼顶给人杀过来，我就紧去甲你寻起来。安尼我才有机会待在恁家内面啊，无代志吼，要甲你创一个空，安尼我嘛爽。安怎？无可能，无可能，你甲我骗得着？你若不相信哦，我你家己去查清楚。我这招叫做乌龙蛇道啦。罗参像哦，你银角啊，为只蛇过来，为只蛇落来，安尼蛇来蛇去，对我来讲足简单嘞。你这个小偷啊！你别乱来啊！哦，你别乱。你冲啊！你拄只讲啥小偷啊？小偷啊，你家己啦！你看你叫江道成啊，把你害到你到最后什么物件拢总无。永丰企业执行长哦，有啦，你有做几点钟啦？算起来应该是哦，是咧做梦啦，好清醒啊！想袂到我个人和孙百海这个变成啊，不甲妥妥妥妥。我改瑞安这个给你。是无路用啊！我看，我是赶紧把我的魂提倒转来，较赢。